7月25号，一组林心如最新大片曝光，巴黎变身王妃，一袭优雅蓝色长裙置身鲜花丛中，在鲜艳耀眼的大红花的映衬下，林心如更是显得喜气十足，人比花娇。据悉，霍建华、林心如将于7月31号在巴厘岛举行婚礼。即将结束黄金剩女身份的林心如，此刻的心情恐怕是无法比拟。